哇，这鞋子太猛了吧！这鞋子连头都绑哎、欸，买个鞋子还可以顾，还可以当全包用哎、欸。看一下哦、喔，我看看，然后呢，它的第几项？对啊，我刚刚也是看Steam这个的哎、欸。他说：“旧木匠、枪匠、白嫖道具啊，然后嘞，开局请枪匠，没有啊，跟我查的一样啊，很下面那个小技巧。好，我这边死完之后再去看。等一下，不是现在死啊，我想打 boss 啊。”啊、看到有隐藏 BOSS、欸、靠，这游戏还有隐藏 BOSS 呢，糟糕，是不是要死了？要死掉了！先把装备买一买，然后拿去献祭。然后这里好了，我们来了。你乖乖，你乖乖，你乖乖过来让我打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二七，我以为是要献祭到五次才会有、欸，哎，蛮很下面那个小技巧，他可不可以跳四窗不要显示这个啊？可以吗？不行哎、欸。好，我们就看这个画面。小技巧是不是哪里呀、啊？困难模式，合成器经验介绍，全人物全成就这个吗？不是啊。在哪里呀、啊？哦，小技巧开局哦。哦，你是说开局刷那个吗？刷商店枪匠那个吗？他这个意思是说，来，他这个意思是说这样子啦，就比如说，我觉得你应该是误会了。比如说，这边是卖沙袋、长剑、罗马短剑跟绿色蝙蝠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这样子，有没有就这样子刷？他是这个意思啦，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啦，应该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子啦啊，要不然就是进去这边，然后再退出，这个意思啦，懂吗？你懂我在讲什么吗？这样子，他应该是指这个意思。所以看来我找的跟你找的应该也是一样的，是吧？觉得咧，我讲的有没有道理？我看他介绍是这样子啊，哇，这个好棒啊！对啊，像如果刷到这个放大镜，再加一把枪的话，好像是最好的开局，对啊，他介绍应该是这样这个意思啊，因为他是说开局啊。对啊，还是谢谢你们帮我找啊，只是我真的找不到。
我真的尽力了，我很努力了。冲啊！哎，不行，白痴哦。哎，可是还有八分钟哎，那要干嘛？没错，什么没错？我就是不要开局的那个啊，我是想要知道枪将到底是哪来的啊。如果真的是很后面关卡打到的话，可是不可能啊！今天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他很前面就打到了，啊，不知道他在不在？想问他到底是在哪一关打到的？因为有可能是那个啊，第一关是监牢嘛，第二关兵，第三关丛林，第四关地狱嘛，应该是第五关。第五关要破关才能拿到，因为那边可以拿到很，那就是很像科技的东西。啊，我就是迟迟打不到第五关啊。因为光是地狱，应该说想闯到地狱那边就已经很难了，更何况是还要打赢 BOSS， 因为那边会一直烧血啊。改一下标题，游戏名称。游戏名称属性，尿尿。好了，我要先关音量，我要去巧克力那里了。上线。检视好友名单，然后开启游戏。巧克力嘞。嘟嘟嘟嘟嘟嘟。没有，不敢用。没有，不敢用。射击类游戏又不敢用摇杆。对啊，要瞄准的，我不敢用摇杆。这种声音听起来好累哦，跟下午差很多。想到明天礼拜一，
明天礼拜一。你看你是五等的是哪一只就对了。我去问一下小雨好了。嘿，很黑吗？是个死人，哇！我想要上去，应该可以趁现在上去吧。可以啊，我有。嘿嘿，我晕车药已经吃完了，所以我没晕车药。我要再去按一次。不用吃晕车药。要啦。这么夸张？我很夸张啊！之前跟你们从麦块都没吃，我麦块只有走路晃动关掉啊，晃动关掉就好很多。要怎么上去啊？应该是这个的视野太低太矮吧，会看不起。矮子。对啊，这玩老托比昂也是啊，有点太矮了。好像要先按上面才可以下去。我要再来跳这个。你要去自杀吗？我先开台了。我开了，我一直都开着。叭叭叭叭叭！哎，卡住了！哇天哪！哎，怎么还要等人？先开台等彩彩，你怎么有人 CQQ 了？没人死啊！哦，看到一个 No 的声音，踢球啊！我踢你哦，他不能撞死人呢！哎，哇塞，你很机械！你想干嘛？我在推你呢，你在移动。哎、啊，喂，喂easy， 哎、欸，你们两个没有算分数哎、欸。当然了，我们算分数还得了？直接哭。我们就是身上没有那种。太累了吧，你们连分数都没有。不是，那个就是。你进去啊，看你有没有分数啊！哇哇哇！打架。我要踢礼物箱进去。打架啊！还在等候。等候彩彩。啊，四个矮人在一起，才正式开始。嘿嘿嘿。
听到没有？不要。没听到。不知道都有罐呢，都下去吧，臭油罐。请不要踢，听到没？听到没？他越说我就越要踢啊，我故意的嘞。你屁孩呢？嗯。没事。哟。你说我们进去没扣分就不错了，哇哇哇，操嘴！我家踢爆，踢爆这些，什么、啊、像锁一样？哎、欸，这个那个玻璃罐要弄爆也不容易耶。什么玻璃罐？要踢很多次。对啊。用你的 eyes、欸、不是用你的脚。我在想那个不是会有个部署机器人吗？会不会是单人才有的、啊？我就上次我就这样想啊， oh. 就想说为什么每次都没有叫出来？有可能你孤单一人才会了。对啊。君，你要不要抠抠踩踩？抠抠踩踩。我没有抠他吗？我有先跟他说过啊，然后。我赖他，他没有回。那我赖应该也不会回啊。哪有回我不回你的道理？搞不好他就是。不是，我是想说打电话，打电话。对啊。打给他，搞不好他才会接啊。我打来看看。哎。这才一块钱呢、欸。怎么一块钱？没有一个帽子。喂，不是那喂，踢，踢不破，踢不破，踢踢，哎哎哎，当幼稚园，Where are you？ 哎好，想说。先睡一下有没有？养好体力啊！那不然我们先玩一场啊！也只能这样了。来来来，我们看看啊，今天三个轮，猜猜可能等一下再出现。那个圣诞帽，好，圣诞帽是繁星，嗯，红色大胡子是橘，这样就很好认了。然后我是最帅的，哎，谢谢谢谢，哎呀，哭了头啊，帅气，你看我超帅，你不要一直踩我，没水准。因为你是光头，你才是光头好不好？你头发很多哎，而且你的声音怎么忽然又变小了？对啊，你声音好遥远哦。打那个、啊。哦，你去哪了？他打赖吧。哦，你在打赖。我们先来看看哪里。哦，他每次播赖，他都会把我调很小声。对啊，应该是。其实我不是很看得懂他地图呢。闪烁着这个是这个关卡，我们就玩这个关卡哦。嗯。好，那就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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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搜救援两个矿螺。我先枪一支，这个我的。我好了。哎、yeah. 欸，我的。我们没有垫脚石喽。哎、欸，哇，要晕了，要晕了。咱们没垫脚石喽。哎、欸，对耶。对啊。可以的。对，其实就是你下去回来的路要先做好。对，哇，没啥、啊，区垫脚石而已嘛。你难度二哎、欸，不要害怕繁星。那、啊、我怎么位置跟你换的啊？对啊，你怎么抢我椅子啊？嗯，猜猜还没来。哎哎哎！这里是那里。阿尼莫，记得 F 随时都可以丢丢丢丢。哦。然后 Control 是看嘛？对，有记得有记得回忆。哎呦。
这里可以挖。这是什么啊？这个捡就对了。哪一个？不能挖。哎呦，他那个应该是额外的。他有时候会有一些额外的东西。那我们先走这。走啊。哎，那个亮亮的是什么啊？哪一个？不是补血的吗？上面。哎，对耶。它发光的水晶而已吧。发光水晶，放射性釉，他写危险，你不要去。有可能像上次那种雷电啊，就是你打、欸、反而会扣血。什么？按住并扔出物品什么意思？这是你要的东西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它可以捡哎、欸。放射性釉啊，矿螺角。矿螺，矿螺是我们要的，矿螺是我们要的、啊、这个吧，这个吧，我们。啊，我们是不是这一次没有那个？我们有那个吗？安恩？什么安恩？因为你没有这个是他的脚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把它拼凑起来。这个啊，这个脚、巧克力，这个地上这个。哦，等一下，我 ，OK， 这个东西。哎、欸，投出？不行吧？你那脚哪来的、啊？可是我投进去了、欸。哦，没有，在外面。地上捡到的啊。矿螺角，我们要救援矿螺。对啊，所以我在想说，要不要组织他？要拿着。哦，所以他只有三个，我命了哪一个？然后不知道去哪里，是不是？对，感觉是要组起来。所以要抱着矿螺的脚走。好。可是想说这是我们起点啊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这里。对啊，反正到时候也要回来，不是吗？那先放吧。可是如果矿螺不能动嘞？没有，我们有一个矿螺啊。啊，我们不是要救援他们吗？对啊，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再带回来这边组装吧。我怕，因为我现在尴尬的点是带不回来怎么办？他就是那就再回来拿，反正我们总要回来嘛。啊？这什么啊？一堆包子啊，恶心。多跑跑而已。哎、欸，在哪里？所以你是刚打那个幼桃是不是？幼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它在地上，这个一个好像半圆形罩着它。哎呀，我刚的，哦，放射性幼有毒，有毒，有毒，真的有毒！我，你还敢打？不能打吗？那就是你在乱打，难怪啊！哼，嘻嘻嘻嘻嘻。我都是蜘蛛丝哎、欸，怎么办？你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来，这个要记得挖。啊、剛是哦，没事没事了。我想说，巧克力是不是可以烧掉蜘蛛丝？哦，应该可以。就是我没有感受到那个蜘蛛丝被橘带走了。它粘在我的脸上啊！哎、欸，前面有来喽。好。咻死你们！哎、欸，这个少一点，这差很多哎、欸。他也没有给我们那个小弟，哇，我的天啊！我的天啊！不能打吗？不是啊，楼下。可是我们这其实上来，哦，要下去。矿螺的脚，白痴哦！下个屁啊！大只的，大只的，烧死他，用力烧。所以我们要，这个是有毒是不是？对，那个幼桃是有毒的。可以了。啊，如果打掉嘞，不能打吗？可以了。可以打吗？我下去了。哇，99盖好了。你这个会消失吗？不会。哦，碎哦。下面有一个，那应该哦，那个采集虫、欸那個，它是好的，好的。大的虫虫。对，它是好的，它是好的。那个自爆，这是自爆的，这个就。